看到一个宠物店给猫掏耳朵剪指甲，我拍了一下。给猫掏耳朵清洁，猫里那个耳朵里面会长一些寄生虫什么的，得定期给它掏一掏。这是清洁液吧？那个是。嗯，清洁了。哦。哦，那这也掏的比较干净了。你说你给它掏的时候，它舒服不？舒服，它不。它还是舒服哦，应该。如果它痒的话，我给它掏，它就会舒服。嗯，如果不满痒，它可能也就。不想给你掏，有点抗拒啊。你得跟人一样，哇，有不少东西了。他还脏一些，因为他有时候乱跑嘛，哦。给你掏东西，你别动啊，给你舒服，这是。如果是人采耳一次要五六十块钱的，你这是免费给你采，你还不愿意啊？是的，免费给你采，你还不愿意？怎么能行？哦，好脏啊！痒啊，你知道痒，痒就给你掏它，舒服舒服，享受享受。来，我看看，干净了。别人给你拿掏了耳朵，你还抓别人啊？舒服了啊！一看是一种享受，一脸的享受。这个也脏。怎么跑那上面去了？躲避掏耳朵吗？哦，这个掏完了就很舒服。